车运过程中，我们官兵会通过这个车窗，对咱们这个沿线进行观察，主要观察有无可疑的车辆、人员、野生动物是否上咱们这个铁轨。请问你们是干嘛的？ 你们在上面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没有。在这个铁轨上，不管是任何人，他都要接受检查，不能因为说他们是穿着工作服，然后我们就放松警惕。